半岛酒店集团董事高富华23岁千金 Julia 早前进军日本的演艺圈，近日更加获得日本综艺节目邀请担任嘉宾，分享自己在香港和东京的奢华生活。而 Julia 今次上节目，除了分享生活点滴之外，另一个目的就是征求男友。她透露自己从来未拍过拖，主持人问到她择偶条件的时候， Julia 都非常直接地答，有钱的人越多越好，最爱的就是钱，还声称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九兆日元，即是大概6600亿港元，还说这个是理想男朋友身家的条件。